夫妻同时患肺癌是传染的吗？首先需要明确一点，肺癌不是传染病。那接触肺癌患者并不会增加接触者肺癌的发病机会。另外，我们在临床上面也很少见到夫妻同时患肺癌的情况。那么如果夫妻同时患上肺癌，需要考虑的是他们的生活环境、工作环境以及膳食是否存在患肺癌的共同因素，而不认为是相互传染的。所以对这一点，我觉得老百姓的话应该减除这方面的恐惧心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经常有患者问我，很亲密的家属患了肺癌，那以后在生活中我需不需要跟他，比如说生活上进行一个隔离，最常见的餐具要不要分开，住的房间要不要分开，家里面的小孩要不要分开，要不要隔离。其实这一些的话都是因为对肺癌缺乏一个准确的认识。肺癌是在我们前面讲的抽烟、大气污染、职业因素，那么等等这些高危因素作用下，以及自身基因的突变，最后导致癌细胞突变，最后形成了一个肿瘤组织。它本身是不具有传染性的，它没有我们传染病的相应的一些特点。所以说对这些以上的这些问题，肺癌患者家属要不要跟肺癌患者之间进行一个隔离，这个是没有必要的。那么夫妻之间同